原标题：历史上有哪些名人的死法很搞笑。著名的太史公司马迁曾留下名言：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易也。在我国历史上，有的人逝世，举国哀悼，人民伤心欲绝；有的人去世，百姓拍手称快，奔走相告，